我们三位女主角这次都跟大家见过一次面，今天三位一起和齐仔讨论一下，就做自己扮演角色上的这个所发展出来的故事。来，正前方视线，我们先看向申哥，申哥挥个手，好，让官方摄影机拍一下三位第一次手作本体公开的画面。好，正前方 OK 了吗？来，三位，我们看向右手边，右手。好的，好的。我们稍后这个整个完成了这个今天的女人对话之后呢，他们也会再跟说。好，拍完照个照片了吗？我让他们坐下来，端酒那个太优雅的。来，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跟大家聊天前的那个美丽的合照。好，来，右边开始，右边正中央，正中央。好，是白酒。好，三位这边谢谢。好，右边，右边来，再来一个。好，来左边来，可以吗？来，来的摄影大哥来，需要你们三位一起的视线，好好，大家他们三位可爱的片中的主角，来谈一谈女人在里面如何创造自己的价值，如何跟传统要对抗他们的这些信念，好好的沟通。他们今天先说说法，用剧中的角色，也用自己来跟你聊聊这个话题。好，来，来，正中央，申哥这边挥个手，让他们三位一起看向你一张，来来，至少大家等一下就会得到一张正面官方照。好，来，好的，好，接下来58分、57分、56分的部分，你们有一起的，右边这里，右边，好，还有四秒。好，申哥，想喝一下，申哥需要你们讲一下，来，大家支持我们未来妈妈，谢谢。不客气。要，收视长虹，我们直接破十。谢谢谢谢，这么快就破收视率了，好兴奋哦！真的真的，超嗨的，第一头都爆表了，每天爆每天爆，真的，因为你们真的很用心啊，好大好大好大，好大啊！破嘞破嘞，你看景色。等一下还要跟大家说，哎，真的，哎，人家都喝了，只是你没喝，快点，你沾一口来了。三天酒啊！哦，好好好，来，可以了吗？他们已，他们要做正事了，他们超要聊天了，可以了吗？谢谢。好，一起来，我们一起视线往右手边的摄影师。好，三位这边，谢谢。来这边。好，回来一点点，谢谢。谢谢。OK， 来，右边的59分，就是报时之前都比较大声。好，那58分现在也配很热情啊，59、58都拍好。好，申哥再来聊，你说是不是要对女人这段生命历程的想法？星系贴出之后，我们再好好来看看在里面的宅念跟他们要陪伴你们解决的问题又是什么。来，我来自行呼唤郭书瑶，看向你的镜头。右边在，右边在，右边还在呼唤中。好好，来右边，我等在品啊。啊好，来这里。好，来左边在，右边。好，都可以了吗？大家。好，左边还有，左边还有，好。好，下一位刘品言。好，那左边一点，过来一点。好，谢谢。细。对，这样梳了一根像小金鱼的辫子，我觉得是。搭配上那大气的服饰，有个非常特殊的冲突美。哎，好啦，刘品言出来气势就是强，在里面他演的越强人，讨论动完出来，给大家讨论怎么修理男人吧。我想再来一点别的好了。真的哇，超拍有没有？张丽，你不能出，我真的好的，你改一下你的 pose。哈哈哈哈哈！晚上我们直接变房吧。哈哈哈哈哈！换另外一只脚。哈哈哈哈哈！现在只是外拍。两两脚拍有。这么多事，你倒是帮我外拍哎。你真的很拍哎。好啦，刚刚你就是开心，对对对。可以了吗？还没有，你还不够，自己不够。来右边。好了，最后一个 pose 来，你上面那个飞轮。
你瞧瞧，是不是要什么有什么，真好。好了，平点，平点，来来来，狠一点，狠一点，来来，来个凶狠点。好，右边先来，来来，右边，最右边，好。开始。是很酷。来中间，来来中间，中间。啊！这边59分，这边59分。OK。OK 了吗？大家。12点。来右边这里。OK。好，我们等一下平线连马场，看都可以了吗？好。好。那。有开一个什么女人群？女人群组有男人呢、欸。对啊。因为可能把何浩晨也算进去了吧？可能他也是女人。对，他很。其实何浩晨跟我们的相处蛮有姐妹 feel 的，我不是在暗示些什么啦，我只是说他真的对我很好，很常在台中会带我们出去玩，还有会带我们去运动。你弟弟很坏，你弟好所谓，乖人。所以会聊一些女人的心事，会哦，会哦，有哦，我会聚集到演的，因为他的房间比较宽敞，对，所以有些食物，对，有些食物，然后还有。会点香氛蜡烛，然后带一点酒，我会去他房间，是不是？对，重点是浴缸。对，重点聊一些什么？多聊哎、欸，因为其实我们的私底下的生活真的也是大概3字头左右，所以其实跟未来妈妈里面的剧情，不管是工作啦，或感情啦，或者是要不是动物来像我啦，最爱聊动物了，就是这些，都是我们平常在聊的话题。对啊，我觉得是因为我妈带给我不一样的观念。我妈妈可能比较希望我先有小孩，她比较希望有小孩，她不在乎我小孩子的爸是谁，所以她会觉得说有小孩就够了这样子。对，我其实是演了未来妈妈郭靖这个角色之后，我觉得一个女人如果有够有经济能力，也够有足够的爱的话，为什么不往这个方向想想看呢？也许是一个方法，这样对。讨论过后，其实真的有很多机会，因为就是常年接触很多经验的人，有时候有给他们两个建议，就是关于要做什么事情。我应该用能力给他们建议，因为我觉得结婚生小孩没有办法对其他人，没有办法对其他人。经历过了也不一定可以套用在我们身上，确实。那有没有想过结婚？有啊，想过结婚啊，但是就是我觉得这事情就是自然吧。有的话就有这个缘分，那就做这件事情；那没有这个缘分，其实我也不会想要。对啊，就是有我珍惜，但没有我也不要去这样。我觉得这样人生才会过得比较舒服，因为。你没有东西，你一直去求，你就会一直会很痛苦的在你想要这件事情上面，然后被困住。对啊，然后很容易忽略其实你有的东西更多，或者你有其他的东西。对啊，身边是有人在给你加油。你这边前面这边这一排的第二排应该都蛮给我们的。对啊，还有那个彰化的张先生什么的，都也是给我们蛮多的压力啊。对，台南南台我的压力。来自于美景。那拍这个时候，我们就是跟妈妈请教什么经验？妈妈请教一些经验。小孩这一题是不是？对啊，小孩。哦，我妈，我没有啊，我就是我会把我的朋友们约出来，又来朋友们跟护理师的朋友们约出来，然后他们相处，跟他们聊天，然后帮他们带小孩，然后听他们的经验，这样。这是我们的小孩这个部分做的功课。我本身就很喜欢生小朋友，对，虽然我没有一定要结婚，一定要生小孩，对啊，但其实因为这两次我也开启了另外一面，就是收养这件事情，我觉得也是可以放在考虑当中，因为这世界上真的有很多小孩需要帮助，对，那我个人的观念是不一定要小孩收养，因为我相信没有血缘也可以像家人。我觉得一个家它的完整不在于它有什么，而是这群人他们懂不懂得好好的珍惜，对，看见自己留的，然后不要去求自己。
说你一定也会看到身边刚开始有小孩的朋友们带小孩的辛苦，对，也会看到他们在怀孕或什么的过程的辛苦，所以想跟要不要做，我觉得不一定是同一个时间会去完成的事。我会想着这件事，但是我没有觉得我现在一定要去完成。养小孩是一个很大的，我是真的是有一天，我真的是有一天，就是我跟一群圈内的朋友，我们大家去玩，然后大家在唱歌啊，然后还跳，怕有一个小孩就抱在我们身上，待一个月，就抱着他就也没有人要拿走，他爸妈也没有想要拿走，也没有人要帮我抱，在那一刻我就觉得我不要生小孩，就是因为还别人你可以还回去，对，还可以还，对，还可以还回去，但是你当花姐身上都是你的责任，就是妈妈没有敢，一辈子的责任完全不能放下来，对啊。是没有听到这段，我只听到躺在你身上这样小孩会不会很想哭？也是，又歪楼。小瑶是很正常，很少会到小孩。我觉得他很会带，哎，会带，奶昔放在裙口。哎呀，怎么又歪楼？怎么又歪楼？我觉得你真，我觉得还蛮妙的，其实你真心对他，他就会愿意。因为他们其实就是蛮简单的看感觉，但我觉得还是也要看缘分，就是每一个小孩我都吃得了，因为张力有很多我就吃不了，我也吃不了。他喜欢男生，对啊，我觉得小孩跟每个人的缘分可能不太一样，对啊，不一样。我是刚刚好，那你有把小孩带去？有，还有帮我过生日，他在帮我过生日，就他儿子比较爱我。我是你大老公，对，他儿子比较喜欢男生。我最喜欢的是我喜欢那个彭浩辰，彭浩辰。因为很帅，不知道看不看得出来。金波侠，金波侠，金波侠，什么啦？我说你儿子很小，不看得出来。男生女生不分吗？帅不帅？帅。好了啦，不要再让我歪楼了。我真的想把你的麦克风收起来。好啊，那就现在。